给它关上了。你马上出去给我拿来，米叔来，拿来。一点不听话，拿来，拿来，拿来。那回屋第一件事就拿俩的拖鞋呀、啊。明花，你回来第一件事，你应该跟老爷问好，你不应该进屋就拿老爷拖鞋啊。怎么倒了呢？拿来！瞅你这出，你这没出息的样儿！你瞅你这出没出息的样都给你学坏了，不是他出的名了啊！一咬坏了，揍你了啊！我打你了啊！明儿我老爷可不惯着你，我打你了啊！我呼你了啊！看老爷抬手了。我打他了啊，家人们，不是我惯着他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打他了啊，你们别说我对小明残忍啊，家人们，小明不给我脱鞋，爷，咋的？你要打我呀？爷，咋呀？他不让我打，我打你了啊！没有啊，嗯，咬我衣服上了，明明咬我衣服上了，在我衣服了，真咬，多是什么人？我把这个门呢给它关上的，你说这明明这个拖鞋怎么又拿屋里来了呢？这拖鞋。啊，所以给他撇了他。哎呀，留那边让他咬吧。咬啥咬？这都拖鞋都啥样了，还咬呢？这慢慢都吃肚里了，天天不吃饭，光吃拖鞋。省粮。天天光吃饭，不吃饭，光吃那个拖鞋。省粮啊。谁家拖鞋这样式的呀？啊，那咋关了这拖鞋？关上了。
扔了还得咬坏，可不呗，扔了还得咬坏。来，小张，你坐好了，小张，啊，咱俩你坐好了，咱共同建造这个啊，哎，老四，老爷就想问你一句掏心窝子话，啊，老爷你说，我跟石榴我们俩同时掉水里了，我问你救谁，老四你救谁？你嘚瑟啥呀？你嘚瑟啥呀？没事，老四，你就大胆的做出你的选择。你救谁？老四，只能救一个。你三位，你看你们几个人老是做选择的，你看看你，老小明吧。你坐这，小明你也坐这。你救谁？选一个，老四，你救谁？老四啊，那就那么难吗？四哥，老爷和小石榴同时掉水里了，你救谁？老四，四哥，大哥，你救谁呀？救谁？老四，不是瞅谁？你想想。哎呀，我的妈！跟你沟通咋这么费劲呢，老四啊！啊！哎，干嘛呢，老大？这老大爷，你这人在那玩，跟你有啥关系？突然出来给人一口，你坐这儿，老四，老爷和小石榴同时掉水里了，你救谁？你倒是选一下子呀，老师，你救谁呀？大哥，你能不能把你的眼睛睁大点说说啊？你能过来来，你能不能睁大了听老爷好好说？老爷说的啥？刚才老爷说的啥？你听着了吗，四哥？石榴，过来，石榴来。你别睡觉，四哥，你听明白了？你老四想说的晕水。四哥，你不是摸我就是摸他，这么的，老师啊，就是老小石榴和老爷之间，俺俩谁重要？老师谁重要？迷糊，你起来，迷糊，你挡视线了。小明，进来，小明，进，回去，注意安全啊！塞文，你看看，咱俩好好待一会儿，真的，哎呀，塞文，给你好吃的来，进去。那这么迷迷瞪瞪的，我发现你那么费劲的跟你俩沟通啊，咋这么难呢？怎么抽啊？老四两口子怪般配。谁啊？老四两口子怪般配。老四。最萌身高差，俺俩谁对你最好？老四，谁对你好？谁对你好？老四，谁对你好？谁给你关系好？谁给你关系好？老四，选呢？我的妈，这么难呢？谁给你关系最好？老四，哎呀，我的妈，老四啊，你真的，你太他妈让我失望了，老四啊。我跟小石榴同时掉水里，你救谁呀？我的妈，你能不能行了，大哥？你把这个眼睛睁大了，你好好看看。啊！你把眼睛睁大了，你好好瞅瞅，四哥。我四哥，你怎么跟他闹？我四哥不太生气的。对他不急眼。不急眼啊！老四啊，你选一下子呗，老四啊。我跟小石头我俩之间谁重要啊，四哥你选一个呗，咋这么费劲的
不通啊，老四啊，啊！你想啥呢？你高老爷你寻啥呢？老四在这块儿啊，寻啥呢？老四啊，你寻啥呢？老四啊，哎，老四啊，睡着了。我的妈呀，干啥呢这是啊？啊，老四啊，你听没听着你姥爷说话啊？老四啊，啊，四哥，你媳妇跟人跑了，老四啊，啊，哦，你媳妇跟人跑了，老四啊，不着急呀、啊，四哥，着不着急呀、啊？媳妇儿丢了，老四啊，哎，四哥呀，你醒醒，你媳妇儿跟人跑了，咋都能睡着？我的妈，给你妈给我！你没发现？你没发现石榴一让老四给舔成这样了以后，老四就不爱搭理他了。然后等老四等石榴洗的干净的，然后整的漂亮回来，老四哎屁颠屁颠围着石榴后面。小小点声，小不了，就这声音老四都叫不醒呢，还小点声。哎，这是我四哥啊，家人们，小点声跟我四哥说啊，看我四哥能不能好点，行吗？虎妞的伤好点吗？好点了，家人们，他的伤口已经长上了。小虎妞这个伤口已经长上了啊！打跳的呀，石榴啊，我看看，我的妈呀，真实上，我瞅瞅，这家一下就跳下来了，狂一下子啊！石榴啊，你看老给老师心疼完了，哎，给老师心疼完了，你瞅瞅啊，亲亲吧，老师啊，亲亲吧，亲一口吧，快，你看去。啊，快亲了吧，老四，快亲了吧！你人老师傅摸头了吗？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啊，没事没事啊。摸毛吓不着。吓不着啊！啊，亲一口吧，老师，来，你看，老师啊，啊，看，亲一口来。啊。这这哈喇有点臭，嫌嫌弃他。他刚怎么跳下来的？啊。我这么一拽，他往下一蹦，吧唧摔地下了。对。啊，对。石榴，老师啊，亲亲的，亲亲吧。啊，老师老跟你开玩笑，你该亲你亲你的，你该亲亲你的，你亲我的，你说你不行啊，那你亲他一个吧，小张老师。人家不想亲恩爱。老师来，来你亲一个，亲一个，快，没事，没事，四哥，没事，你看，小石头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刷牙了，今天，你看，小石头，你看，老师，你看，小石头今天刷牙了，哎呀，亲一口。亲了吗，刚才？嗯啊，亲了。先问一下，闻闻，先闻闻闻闻闻，嗯，确定刷牙了，亲一下吧。闻完了是不是，老师？啊，好，好了啊，亲一口啊。哎呀，哎，回亲一下子啊，你俩关系还挺好。来，老师，老师，经过刚才的，老师，你这回跟老爷说一下，你跟老你老四老小就是老爷跟小石榴俩谁好，谁对你好？老师，谁对你好？老师，谁给你关系好？谁能为你生儿育女？老师，谁选一下子？到底谁？老师，谁呀？我靠，他呀，你喜欢他？俺老师也不傻啊，自己不傻哈、啊。那不嘛，那石榴能为他生儿育女吗？四哥，你说谁给你关系好？老师，谁给你关系好？老师，谁呀？谁给你关系最好啊？老师，谁给你关系？你喜欢谁？老师，你喜欢谁？老师，喜欢谁你就摸谁。老师，大胆的说。老师，你喜欢谁？你更喜欢谁？啊，谁谁？啊，哥不喜欢我呀？为啥呀？老师，那我打他行不行？我打他，我打他行不行？啊？啊，不行啊！你看，你还怪护着他，还怪护着他你。你再问他谁能为他生儿育女？啊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咱们家。谁给你生个儿子呀？老四，谁给你生个儿子？
谁给你生的？就谁能给你生儿育女？老师来，谁能给你生儿育女？老师，你看看你们这些彪呼的，你谁能给你生儿育女？老师谁呀？你摸一下行不行？老师谁呀？老师谁？啊，他能给你生儿育女啊？啊，你喜欢他呀？真喜欢假喜欢呢？真喜欢呢？那史令说你这个彪哥的，人史令都不正眼瞅你，老四，史令有点懵。哎，老四，老爷也想亲你一口，史令也想亲你一口，你亲谁？老四，你告来，你亲谁？史令哥呀，你亲谁？多想亲你一口，你亲谁？老四，你亲谁？啊，你亲他呀？你真不亲你姥爷呀，四哥，他真明白啊，每道问题他能答对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他每道问题都能答对。不想回答就装睡，啊，每道问题都能答对，不想回答就装睡，啊，是不是？来，咱给四哥和他媳妇换个位置，来，老四你坐起来，四哥你坐起来，四哥来坐好了，四哥坐好了，来坐好了啊，来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四哥你坐好了，来坐，老四好，这家伙的，老四你能不能稳在那坐，你能不能像条狗似的坐，老四你别盘腿，四哥你别盘腿，正儿八经坐，正儿八经坐，四哥，你问你这岁数是跟谁学的，老四你正儿八经的坐，人家狗都这么坐，四哥你看看狗都这么坐，哪有像你这么做的，老四啊，这样的呀？啊，四哥，你别这么做，四哥，你坐好了，来，四哥，来，对，哎呦我的妈，你这已经这么做了，不会好好做呀？不是，你老像女人似的盘腿干嘛？坐在这儿啊，换个方向啊，老四啊，换个方向，看你选谁啊？老四，你告诉姥爷。咱们家谁能给你生儿育女，老四，你喜欢谁？你喜欢谁？咱家你喜欢谁？喜欢我呀？啊，你挎着我呀，想啊啊，你想挎着老爷啊？那你老四，你告诉老爷谁能给？小石，你坐好了。老四啊，谁能给你生儿育女？老四，谁能给你生儿子？老四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是无动于衷啊，老四啊！老四，你摸着我，你告我，老四，你凭良心告老爷，来，你凭良心告，谁能给你生孩子？老四，谁呀？谁能给你生儿女啊？我都，老四，老四说，原来你心脏在右面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四哥呀，四哥，这么的，谁是你媳妇儿？老四来问你了，谁是你媳妇儿？老四，谁你媳妇儿啊？谁？脑瓜子烧了，老四啊，脑瓜子烧了啊，短路了，四哥，老四啊，你脑瓜短路了，四哥，啊，你再小点声，四哥呀，脑瓜是不是短路了，四哥啊，你能不能听着老爷说话，四哥，啊，你再大点声，能不能听着老爷说话呀，四哥。四哥呀，老四来问你个事儿啊，老四，你妈贵姓啊，老四？老四，咱玩游戏吧，别扯那没有用的了。屋里呢，我给你看一下子啊。子宁，
他昨天脸还肿呢，今天脸都不肿了，你看着吗？今天回归自然了，是不是？今天脸都不肿了，看着吗？冯忠莲是咋的了？哎，冯忠莲缝了一针，啊，缝了一针。来，脸受伤了，脸受伤了。来，石亮的，来老四来，老四来，谁干的？谁干的已经过去了，家人们不提谁干的了，好不好？那不提谁干的了啊，来。有个疤以后好看吗？我跟你说，小迷糊的脸上疤多得多。我跟你说，小迷糊的脸上，家人们，你们信不信？小迷糊脸上，他不最少十个疤，知道吧？小迷糊脸上最少十个疤。我跟你们说，家人们啊，我们家小迷糊身上，哎呦我操，这门儿！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小迷糊身上只要是带白点的地方，都是有伤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小迷糊有个毛病啊，我们家迷糊有个毛病，知道吧？就是小迷糊哪块受伤了，他脑袋瓜上必有白点，看着吗？头上这个白点最大啊，还有他脸上，看着吗？这带白点的地方曾经都是伤口，小明这你看嘴巴上带白点的地方曾经都是伤口，知道吗？咱也不知道迷糊哪来这么多伤口，有故事的狗啊，可是了，俺家迷糊啊是个有故事的狗啊，哎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迷糊，听说你有故事，我也酒，你有故事，那谁出来？蓝老四长得可不凶，老四长得凶吗？老四啊，老爷这边有个零食，我把这个小零食啊，我放在这个碗里头啊，四哥。老爷给你转一下子，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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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哥，你猜在哪个碗里？哎呀，我天哪，四哥，你竟然能猜到老爷没转？四哥是他猜的吗，媳妇？当然他猜的了。四哥，你确定吗？四哥，你确定一下子。我的妈呀，四哥，你竟然确定老爷没转？你的智商绝对不一般呐，四哥！嘿，哎呀！哎呀，老四高兴的耳朵都飞起来了。对我四哥来说是小菜一碟呀，家人们啊，啥都懂。老四听懂了，家人们，我四哥绝对不一般啊！你老四从来都……这桌子没谁了。咱们家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啊，47.9一斤，老铁们啊，木耳绝对是好木耳，老铁们啊，木耳咱家木耳都是独立的，家人们啊，而且都是免宅的木耳啊，非常的干净，老铁们啊，下方小购物车正在讲解当中，老铁们啊，木耳47.9一斤，19.9180克，来，再让我四哥来表演一把，来，再让我四哥表演一把，来，啊。四哥，你再表演一把啊！啊，老四啊，老爷把这个肉干，这给我转，老四啊，看我四哥瞅的多认真啊，这儿啊，这个肉干在这儿啊，是不是确定肉干吧？老爷放这里头啊，看到啊，老四啊，哎，转，转，转，在这儿，老四。真假的，是猜对了吗？猜对了。老师你再猜一下子。老师你让媳妇猜，你让媳妇猜，你让她猜，你说媳妇你也猜一个。你让媳妇猜，老师。你让你媳妇猜，哎，那你猜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，我知道，你让你媳妇猜。来媳妇，喂，来老师来，老师，你让刚你。老四，你让你媳妇猜，哎，这媳妇儿，你猜烟在哪儿呢？猜烟在哪儿呢？石亮，石亮，你猜烟在哪儿呢？石亮，
猜下来呀、啊，石亮在哪儿啊？你看他，嘿，在这儿呢，看着吗？家人们，我四哥是不是这意思啊？老铁们，你就说我四哥是不是这意思吧？嘿，媳妇儿在这儿呢。啊，这老四挺聪明啊，你还别说，我四哥还挺聪明。四哥啊，看好了啊，揭秘奇迹的时刻到了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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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，老四这让给媳妇吃，他都没想吃，你看媳妇儿，老四都没想吃，老四把东西赶紧让给媳妇儿吃。你看老四，我四哥呀，家人们啊，他绝对是一个心疼媳妇的一个人，比我强多了吧？那肯定的，比我强多了，家人。要不我怎么稀罕老四，不稀罕你呢？啊，四哥，这么的啊，你跟你媳妇来一个小小的一个啊游戏，行不行？来啊，四哥，你跟你媳妇来个小小的游戏。啊，石头先吃，啊，石头先吃啊。大家这个截止棒呢？你妈呀，截止棒呢？哎呀，反正老四他妈可喜欢吃截止棒了。39.94四罐啊，这截止棒的第几个链接行吗？39.94四罐啊，家人们啊，来啊，老四啊，咱俩选一下子啊，四哥，讲解一下呗。我刚才问你在第几链接？66号链接。啊，行，讲解吧。4罐39.9，合到9.9一罐了，是吗？啊，一罐有30根啊。35根。啊。35根。35根啊！来，老四，老爷数到3的时候，你俩才能抢。你看我四哥闭着眼睛啊，家人们你们瞅见吗？我四哥现在闭着眼睛，当我数到3的时候，我四哥立马把眼睛睁开，看着啊，预备。四哥应该喊我，我没抢着。四哥没抢着啊，四哥呀，懵了，四哥，我的妈呀，小石的动作太快了啊！迷糊也想抢啊，迷糊你关赛啊，迷糊啊，你关赛啊，迷糊啊，老爷给你次机会，你关赛啊，迷糊啊，就来关赛啊，来，石榴来，坐好了啊，来，石榴，等会儿没吃完呢，迷糊，你喊三啊，好了啊，来，石榴再来一把啊。预备，一，二，你说啥呢？别动啊！预备，一，二，2.5，七。我的妈！四哥气全了，四哥，你说你气全了，你告老爷一声啊！我还挺紧张的，四哥，瞅瞅你，我还挺紧张的，四哥啊！你说老四能不能？家人们，你说老四能不能寻思啊？老四在那坐着，这眼前怎么坐个傻子呢？啊，能不能？家人们，你老四能不能说，我这眼前怎么坐个傻子呢？这眼前呢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老四，你等会儿，老四啊，老四等一下，你看看你，哎呀，老四你别着急呀，老爷词儿还没到过呢。石榴，1、2、3，嘿，咋了？老四啊，你看好了，
老爷这回呀、啊，我这回往这里边多放啊，四哥呀，咱俩玩游戏呀，啊，四哥啊，啊，老四啊，你猜一下子啊，你猜这个零食在哪呢？老四啊，猜好了，老四、啊、看好了啊，来转了啊，四哥啊，四哥你看好了这儿呢，四哥来转了啊，转，转，转，四哥在哪呢？四哥。在哪儿？你瞅了吗，四哥？瞎说。他瞅了吗？瞅了呀。啊？低头瞅了几眼。老师，你再猜一下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这咋这么坚定吗？啊？这什么呀？知道你那里头多吧？你打开看看。四哥，祝贺你，猜对了，四哥，猜对了。妈呀！四哥不知道。嗯，他不知道那里多。哎，四哥不知道那里头多，但是我四哥猜对了，你看着吗？我都给我转懵了，我以为他特别坚定的那一罐里头是特别多的呢。啊！还得用眼睛瞅，以为狗是人呢。狗狗用嗅觉就闻着了，家人们啊！狗用嗅觉可能就闻着了。啊、我你要给我都转懵了。是吗？我以为老四特别坚定选的那两个是特别多的那一罐呢。接下来咱们换别的狗吧，家人们，行不行？那你了啊，迷糊，不让老爷失望啊，迷糊啊！啊！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接下来换咱小迷糊了啊！大米58块钱十斤，东北的石板大米啊！老大都出来玩过了，现在他们几个就剩迷糊和 Seven。小石榴没玩。小石榴也玩了呀。小石榴玩了。小石榴不跟老四一块玩的吗？就剩迷糊和 Seven 没玩过了，那不能说光和老大玩不让他俩玩了呀，对不对？每个都雨露均沾，知道吧？啊，来，迷糊，你说迷糊智商行不行？迷糊，嗯，不行。迷糊智商是硬伤，他就干仗行。迷糊，挑战你智商的时候到了啊！迷糊啊，这个盆给老爷吧，行不行？啊，放这里啊，行啊。等会儿啊，迷糊啊，来，老爷把这个零食我先放在里头，然后对，在这里呢，迷糊，在这里，对对对对。老爷转一圈，在哪儿呢？老师，小迷糊，在哪儿呢？在不放这里了吗？在这里。这选项呢？小迷糊，在哪儿呢？这不搁这儿呢吗？啊，看好了啊，迷糊啊，老爷选一下啊，来，在哪儿呢？迷糊，在这儿呢是吧？啊，我给你转一下子啊，啊，在这儿，在哪儿呢？迷糊，在哪儿呢？你。你闭眼睛瞅的呀，迷糊好像，迷糊好像那啥的，好像偷东西的，这家偷偷摸摸的在那摸。老迷糊啊，在哪儿呢？迷糊在哪儿呢？迷糊在哪儿呢？肉干在哪儿呢？迷糊。迷糊肉干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个里头？迷糊，猜一下子，哪儿呢？猜一下子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迷糊，迷糊猜一下哪儿呢？迷糊，你再摸这个试试，哪儿呢？在这儿呢，摸吧，摸吧，迷糊摸吧。你摸我干什么？在哪儿呢？迷糊，在哪儿呢？迷糊，在哪个盘呢？迷糊，迷糊，哪个盘？摸摸，哪个盘？迷糊，迷糊，摸摸，
你只会摸这个盆是不是啊？再给我摸一个，再给我摸一个，你再给我摸一个，米花，哪个盆啊？啥也不是，啊？啥也不是，啊？啥也不是，啊？你再摸一个，在这盆儿，小迷糊，你让你瞅着点儿，哪个盆儿？摸摸盆儿，哪个盆儿？迷糊，哪个盆儿？哪个？还那个？啊？哪个盆儿啊？迷糊，这俩哪个盆儿啊？摸吧，哪个？这个盆有电吗？迷糊，你摸这个，这有电吗？这个呀，摸吧。迷糊，摸这个，摸那边这个，你学会摸盆儿？迷糊，你瞅瞅你，你只会摸那一个脑瓜，不会转筋呢你。啊？不会转筋呢？啊，摸摸，你说在哪个盘？你说哪个盘？哪个盘？米花？哪个盘？哪个？米花？哪个？哪个呀？摸摸，摸摸，摸摸呀！摸都摁呐，大哥呀！摸摸，米花，米花摸摸呀！这儿呢，摸它，摸你。你摸那样子，老师来，你摸那迷糊来摸吧，摸吧，摸摸。哎呀，猜对了，迷糊。哎呀，他怎么上这里来了呢？迷糊，哥，你咋这么笨呢？你啊，还想吃？这么笨呢？你？这么笨的啊！这么笨的你啊！不是，不是，呀，偷东西行哈、偷东西行。咱家大米还有20单啊！没囤货的可以囤一单，没囤货的可以囤一单了啊！是不是离有点远了，媳妇儿？我离太近了，因为你坐的太远了。啊、我离太远，离得有点太远。你看我这么照你，你才在个边儿。我离近了，我都那个啥。迷糊啊，你先给你家孩子猜一下子，迷糊啊，你好好猜那么一下子，迷糊啊，看着吗？咱是把这个盆儿扣在这里头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把这盆儿啊转到这里边来了，迷糊啊。你猜一下在哪个盆里的，迷糊，在哪个盆里的？迷糊猜一下子，迷糊摸摸在哪个盆里的？摸摸在哪个盆里头？哪个？摸摸盆儿，哪个盆儿？摸摸，那个盆儿离你108000里呀、迷糊啊！这个盆儿离你108000里呀、哪个盆儿？这俩盆儿哪个？哪个？哪个？你们摁，是不是离你太远了，大哥？哪个盆儿？迷糊在哪个盆里呢？迷糊，哪个盆儿？你看一下子，迷糊看着吗？这儿呢，然后呢，我从这个盆儿啊，我钻到了这个盆儿，哪个盆儿里？迷糊哪个盆儿？哪个？到底哪个盆儿里呢？我都忘了。我也忘了。哎，我发现你这孩子怎么教不会呢？迷糊啊，你怎么教不会呢？你啊，你怎么教不会呢？啊，怎么就教不会你呢？迷糊啊，怎么教不会你呢？啊？能好好学习吗？啊，能不能好好学习？那这么笨的随谁？啊，随你爹！一瞅就随你爹，这脑瓜子没治了，还哇哇的你，一天哇哇的你，这脑瓜没治了，随你爹呀！长从小就看你像你爹，从小看到老啊！
哎呀，像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，让你给骂懵了。明儿，再好好学一下子啊！明儿在哪儿呢？再猜一下，明儿，看好了啊！我现在我不动了啊，这东西就在这儿。在哪一盘？在哪一盘，明儿？哪个？你看一下。你是故意的吧？啊，你故意的吧？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啊？我这个盆没动，迷糊，看看，我挨在一块儿，在哪儿呢？迷糊，哪个盆啊？哪个迷糊？哪个盆啊？哪个盆？你摸一下子呀，迷糊，哪个盆？摸吧，摸吧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不挺聪明的吗？这不这孩子。啊！你终于开窍了，你终于开窍了，你！哎呀，明儿啊，这不容易啊，这孩子终于开窍了，你说你。吃啊！你就坐这，你就坐这吃就行了。你以为你他想上一边吃去？这孩子偷东西偷习惯了。你知道吗？嘴里叼的东西啊，知道往哪藏？嗯呢。啊，偷东西偷习惯了。哎，媳妇，你看刚才那一出，像不像偷东西？偷完东西往哪跑？对呀，那想跑啊。他东张西望，他就是寻思想把这个叼哪儿去，知道吧？啊、他想藏哪儿？猜对了啊，牛肉、啊。他没寻思想在这儿吃。再接再厉，牛肉啊！好样的，牛肉啊！再接再厉啊！好。你用再猜一下啊，看好了啊，老爷这回啊，把盆儿放这里来，好，猜吧，米花在哪儿呢？米花在哪儿呢？米花先不转，咱们先在哪儿呢？摸盆儿，摸盆儿，在哪个盆里？米花，摸，在哪个盆儿？那还能在这个盆儿啊？啊，还能在这盆儿啊？米花啊？啊，那老爷跟他不说了吗？我给你换盆了，换盆了，这不换这儿了吗？这么迷糊，这不没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迷糊，哪儿呢？啊，哪儿呢？这个盆啊，哪个盆？人把手放中间了，这俩盆儿放中间啥意思啊？这俩盆其中一个。啊，你放中间啥意思啊，迷糊？选一个，迷糊，选一个。那怎么还这个盆儿啊？啊？那怎么脑瓜不长记性呢？你迷糊说我不学了。那刚才在这个盆儿。啊，明儿来，在哪个盆呢？明儿，在哪个盆？他妈瞎呀！这不这儿呢吗？露个小尾巴，这不这儿呢吗？哪个盆？哪个盆？明儿，明儿，哪个盆？哪个？选一个哪个盆儿？哪个呀？嗯呐，您倒是啊，这个盆儿啊，是这个盆儿吗？是吗，明儿？是不是？你告诉我是不是？是啊，这不挺聪明的吗？这不挺聪明的吗？这不是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家人们，咱一号链接的暖手宝还剩最后一单了啊，还剩最后一个。你们没拍的话，你们可以去，刚才没抢着的，你们可以抢了啊。一号链接的三妈捧着这个暖手宝啊，你们还剩最后一单了。没有了吧？还剩最后一个。猜猜边啊，明儿啊，明儿，这回你看好了，明儿啊，老爷把这个我放这儿了啊。看到吗？在这儿呢，明白看到吗？好了，
开卷炒考试都炒不明白。米花在哪儿呢？你在哪块店的米花？在哪块店啊？哪个？嗯，怎么事？哪个牌？哪个牌？米花？哪个？你看俩？哪个？暖手宝没有了就下架吧啊！来给你吹口哨啊，明华！怎么才让小明白都杀呢？看了啊，迷花！迷糊！哎，你没有错了，明华错了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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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迷糊也不会外头撒呀，现在。该三问了。行了，不看他了。对我小店里，我小店里的东西随便拍，想拍啥拍啥就行，直接拍就行。行了，你们几个开吃吧，咱不排队了啊，咱就不排队了啊，预备，一，二。他也知道不排队哈，不排队他就也快把盆给他分开吧。好了，上完咱上厕所去了啊，上完咱去溜溜了啊，三万。上完咱。